我们今天就特别到这边来要求监察院来彻查这件的一个荒谬的政策哈，荒谬的政策哦。那希望呢，4月22号，明天是世界地球日，地球就只有一个哦。拜托啊，这些财团，拜托这些地方政府哦，以及相关的主管单位，饶了保安林吧。保安林是做国土保安跟生态保育哈，不应该是沦为这个空污减碳或者是这些制造污染的这些企业啊，他们为了赎罪的牺牲者啊。彻查种树抵空污，彻查种树抵空污，彻查种树抵空污，彻查种树抵空污。地球日，地球日，饶了保安林，饶了保安林。